第一支提到要勤修心前行，如果我们能够让心前行的功夫获得坚固的话，就好像今天要盖房子，你有一个非常坚固的地基，比方说是岩石的地基，那么这个房子盖起来就会稳。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心前行的地基，这个地基就是对业力因果真实不虚的坚定信解。如果你能够坚信业力因果真实不虚的话，那么你的心就不会变，你就会真正的信受菩提心的价值，你对于菩提心的信心也会坚固，这样子的菩提心就能够让你未来的生生世世乃至在成佛之前都能够常相伴随，并且能够一直拥有慈心跟悲心的价值。相反的，如果缺乏对于业力因果真实不虚的信解心，这个房子就好像是盖在冰块上面一样，你马上就可以盖好，可是只要一到夏天到了，冰块一融化，这个房子就会完全毁坏的。所以我们需要有坚固的地基。而在三种信心当中，我们对业力因果的信受应该要有最强的程度，就是信解心。我们要真正的相信菩提心、业力因果都是真实不虚的，要有这样的完全不会退转的定解，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稍微等一下英文。
那绿的扎松了样，三种成的马扎嘛，脱离你脱离我们，或者脱脱不要的，那个三种成的杨松啊，这绿的这样脱了落不要的，那都三种成了脱了落，这就麻烦了，脱离个人脱可不要的，你说这收入没得呀？那三八的你这个送过我去，对不对？这里在那，他咋真绿的那落不要的？这是上帝。你说的这些人也差的，谁也比我差了。在外头里，怕谁做不到，他们就要。所以，一切的教法都是环绕着让未升起的菩提心得以升起，令已升起的菩提心不会退失的。这些意涵展开的。要让未升起的菩提心得以升起，透过的就是四转心的教法。接下来，如果菩提心已经升起，如何令它不会退失呢？就是要在日常生活行为当中，运用慈悲心跟六度波罗蜜多来从事一切世间法以及佛法的修持。当我们说在任何的行为当中运用佛法的时候，我们的佛法就不是狭义的意思，狭义的佛法的概念了。有些人认为顶礼或者是转绕佛塔才叫做修行佛法，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子呢？不是的，你在生活当中，哪怕是你只是上班工作，都可以实践六度的。举例来说，你今天在工厂里面工作，如果你上班的态度是为了要饶益其他众生去上班，即使你只是在上工厂里面做工这么一件事情，它也是符合布施度的。因为你晓得这个国家的每一个成员每一份子都曾经做过自己的父母，没有人例外，所以我们跟所有的众生的关系就像是一家人，我在这边好好的尽我的责任去做我的工作，也就能够利益到这些父母有情众生。所以你是用菩提心在与众生分享你的工作的成果的，这个就是布施。你这样子布施的心是跟菩提心跟慈悲心常在的，如影随形的。接下来是持戒，在你做事情的时候，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妥妥帖帖，都做得非常的谨慎，做得非常的利落，非常的符合工作的规律，这个就是持戒。不管是再来是安忍，不管说你今天所得到的工资跟别人相比起来。是有什么样的差距，跟别人在相处的时候，在职场上相处时有什么样的冲突，你都能够用真诚的菩提心与人相处，你用完全真诚的心去工作，这个就是落实安忍度的实修。再来，在精进的时候，你如果所谓的精进度是说，当你在工作时能够提起正知正念，你做任何的工作都不是虚情假意的，都不是敷衍了事的，都是以正知正念来提防自己不要落入嗔心跟嫉妒心的支配，要守护好自心，这个就是精进。所以精进呢是跟正知正念非常相关的，他要守护自己的心。守护自己的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保护自己的菩提心，保护自己的慈悲心，不要被嗔心跟嫉妒心给抢夺走浪费掉了。如果说我们的心被嗔心嫉妒心等的烦恼给耗损掉，给抢夺走的话，那将来要获得人天善聚的果报就相对困难许多了。再来是禅定度，如果你懂得是一切众生都是父母，都是需要慈爱的对象，反复的对众生升起慈悲心，如此的反复的心就是反复的观慈悲心，就是禅定度。再来呢，第六个智慧度，你如果智慧度是跟正知正念非常相关的，在平常生活当中随时都能够提起正知正念，让心不会涣散掉，这个就是智慧度的实践。
透过心不涣散，最终我们将会了悟究竟的坚解，也就是无二的智慧。等你老官在这里，把他三种准备做把干的，等你他那瑞德查到过了所谓的，你把的整个这把，这里让个爸妈，等你给心给心，其他同学了，等你让个另外个教娃去了，等你不知等你，吃吃了的嘛。这里第三天的罗巴金的五十六只草啊，这里看见个拉康、朱康、制作他们的，那里也干这个有的。第三天五十三个空了，他们三草啊的这边切的有的，这边切过的，这里平的切过的，这边的这拉巴的那把个那哟，我第三天去三竹村了，这厂这里弄了，三竹村不用地上，中他们用地上叫厕所。对于后上的用他的用地的人呢，他们把这个中国空的中国的这位呢在那松巴样的把这种东西松巴的三把给他们给这边的给这个从你这种地方找出生人啊个就稍微了这么这给娃的这没给娃的现在要做的生不生不得的三把给他们给这边切过一些的这样严重了嘛？你，你怕打车打弄了没地方去接你啊？这种了地方了就那我说的，然后靠这个的庄园的要求给他呢，严重到接你啊？对啦，但这个让你一直会有的，对，到了现在到了哪个村庄嘛？哪个村的养生都就村通嘛，就是的，大家这个落地的就这个是全部有的。大金这个落的都是特种的，大金你是没把多出个牛，就是你刮下来的，银平的落，那天最多搞就那，就慢慢一把这，你让个，结果嘞，对了，就嘛移民去不了搞人的，当不我就我说了的，我上九城大结果的，这个阿拉偏的东西，我说了他了，上九城这个阿拉偏的东西。这第一句嘞，这三兄弟个说大话了嘞。我们这里五年在大个，三八兄弟，这才这个了，这刚嘞。哪个骗了咱们啥？五年就是人家骗你从哪上面落的？他们接了都了，他们这里样，拉多的那好多要的，到了这里，然后就慢慢一把人家屁股不等于坐的起来，你就干这里，这里咋办啊？这。达不到的成绩以上，你这里的那个人他有工作的，你哪里那个家伙啦？这是成绩是挺薄的，你哪个他他做工作的？在就是进一步来说，一个菩萨的行为，应该要。格外注意对于殊胜对境的城市跟奉献，就像是藏巴卓罗摩切他曾经讲过的，一般来说我们对于其他人的奉献跟服务都是有益的，都是能够累积福德的，不管你是在餐厅、在饭店或者是在职场上为他人服务，都是善德。可是特别有一些对象是格外殊胜的对境，这包括了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师长善知识，还有罹患疾病的病人。对于这些殊胜的对象，如果能够透过身体跟语言去直接的做服务，避免对他们的颠倒行为的话，那能够得到的善业果报是非常强大的。因为你有菩提心，就能够铲除许多的过失，就能够成就广大的功德。巴珠罗摩切曾经又讲过了，他在普贤上师言教里面说到了，到底 是善或者是不善，完全取决于动机，自己心里面的态度才是他的 判准，而不是外在的表象。如果说你的心是纯粹的利他，即使是外在行为
啊，看起来像是错误的，是恶劣的，但是最终因为你的心是利他的，所以能够产生真正的效益。相反的，如果你的想法是错误，是虚情假意的，哪怕是外在行善，这个所作所为也不能够算是善法的。所以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去让心能够清净，就像是佛陀所说的自尽其意的道理。当佛陀讲说自尽其意，他讲的就是真正要降服的是什么？降服的是你自己的心。当你懂得降服自心的时候，你最终就能够通达自他无二的道理，这个究竟的见地才能够真正的展开。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没有虚情假意的产生利他的想法。到底有没有虚情假意，要该如何判断呢？比方说你先想着菩提心有什么样的功德利益，你晓得利他心最终也能够帮助到自己，所以自他两方面都是有益的，所以你去学习菩提心，努力的去保持菩提心，这么样一来，你就能够真正的产生自他二利的菩提心。否则的话，你如果没有真正的把握菩提心的精神，有的时候好像看似利他，有的时候呢又失去利他的想法，这样的话呢，你的心将会不稳固，将会不会纯粹的。如果你能够不断的培养利他的心，到了能够把他人的利益完全凌驾自己的利益之上，想着凡是能够利他，那也就足够了。这样子想的话，就符合所谓的三种菩提心当中的如同国王的发心。这样子的发心是非常殊胜的。你想的都是别人的利益，别人能够好，那也就足够。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自己也能够从菩提心当中获得利益，能够先众生而成就佛果的，这是很重要的。透过菩提心利他心的利他心的态度动机，最终自己也能够蒙受其益。人家生命的发展，老百姓的对吧？可以的嘛，人对吧？全部的，等到生计的那个嘛的，可以那么长期不了的。你生马鸡嘛那个，生马鸡嘛那个朋友有的，你大众了钱得了本领的，他们个不着，我去当都知道那说话了，没得那个有的，光说，这他可惜的，他们要啥呢？人家得了的呢。用过的有的了，他做长期的工房，买了的大，经济的多多一点的呢，现在他们这个叫上上的了，他做长期的工房，大经济的老的呢，原来说的了，我送过去的，对那样的呢，东个对那样，也那个吃的有的，你这你身体吧，这哪子当的呢？哪里那不家伙了说的？这心的家不个心的开的，家不个心的忙的地步，忙的要我查我上家我也要的，还是个样让个的呢？特别是到这个上面要来的，你上中心去了，哪怕什么上，哪怕什么，你说让做到心去的，你说把我做的呢？我所做的那他们的呢？让个钱的，那不叫赚的，你意思的你可可拉啥个要的？移动做我的，他就可说手工中，现在要买骨头的买的，做到的身体，到了身体长期长期的工房，他不意思的你说长期工房，他不要弄块别的，做到的身体，等于人你把他的身体变成值钱货的，只能够靠了玩意呢？哦，等于让你那娘们做呀？人说他们你让人家的人想过了别提到了，让人家切没吧，让人家没跟着你，对了，你把他的身体这些抓住这些不靠了他的人，所以他们家我的身体你到我做让给的你啥时候都听不着一些他们忙了手脚去呀，对他们说嘛对了，身体人的爱人啊，你也不会身体干的，身体上的，但帮手脚结果上的，落在咱们的也不好送。等于你也不能干的，一见就没人家帮，然后下去也不了，一见就没人家上嘛的，哪送的？等于这样，多么辛苦的日子。
再来，我们看到第二个本尊禅修第二页，自身乃为本尊身之王。发菩提心，前一段的教授发菩提心跟修本尊的禅修有没有关联呢？有的，它的关联性非常的密切。如果你是在菩提心的基础之上去禅修本尊瑜伽的话，这个禅修就称为内道的本尊修法。如果没有菩提心去修本尊瑜伽的话，所追求的可能只是今生的一些好处，包括了拥有神通跟神变。这样子的本尊瑜伽在其他的宗教信仰当中也许也都或多或少都有，但是它并非内道佛教的本尊瑜伽修法，因为它就是缺乏了发心。那缺乏发心的本尊瑜伽修法会有什么样子的缺失呢？我们要晓得证得佛果最大的障碍就是我执心。你如果有我执心的话，最终不可能成就佛果的。而没有发菩提心修本尊法所追求的就是今生，在追求我执跟今生的情况之下，他不可能获得最终的佛果。这个就是缺乏菩提心修本尊法门最大的缺点所在。所以说自身乃为本尊身之王，它的前提是要具足菩提心。那我们说自己如同国王，这是一个譬喻。什么样子的国王呢？国王的他的着眼点是什么？他着眼点是能够保护，能够照顾自己的百姓，还有自己的眷属。他认为应该好好的照顾自己的百姓。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从国王的这个譬喻引申到刚刚所提到的三种菩提心。所谓的三种菩提心，指的是如同牧童的发心，就牧羊人的发心，还有如同船夫的发心，跟如同国王的发心，有三种层次。其中最上等的就是如同牧童的发心。当牧童在放牧的时候，他是先把牛羊喂饱，再来考虑自己要吃什么东西。牛羊还没有吃饱之前，他是不吃东西的，先照顾好牛羊。如同牧童的菩提心，就是说先让所有的众生都成就了佛果，再来考虑自己是否会成就佛果这件事情，这是他最大的发心。中等的发心是如同船夫的发心，就像你今天跟 船长在同一艘船上面要过河到对岸去，你们两个是同时抵达终点的。同样的，有如同船夫的发心，指的就是自己跟其他众生 愿自己跟其他众生能够一道获得解脱跟一切智，也就是他能够真正的去修自他无别，大家一道成就的这个道理。而如同国王的发心是说自己能够强力的修持菩提心的功德，然后呢最后借由自己已经成就了，再来帮助众生，再来护念众生。这个就是第三种如同国王的发心。所以这边说自身乃为本尊身之王的王，也有提醒我们要拥有菩提心，要发如同国王的发心的道理，跟下面所讲的若未掌握机不变王位，无法聚集空行母眷众也是非常有承先启后的关联的。这个以前也没跟家山心法在讲的，做身体探究了看这生命没有的，这生命没有的可能一个家不到的，大可能也没有的，这些多地上跟家山子这些就没法的，一旦他没有人没去的了，看中的应该没有人没去说这些以前的在他的原地的一些没有家山的用地在他就让你的内容的变了别多个手了，别多个有地他们就别多个手了，你那样的盲民把盲民呢稍微的出来着我的，这没有人没去的，没那点是长街的我的盲民那点是罗的龙河人长着我的，这没的盲民七八个人的没的那点是他的上手这个没我有的，这个叫做不得这个木兰的一这个蓝衣所所以这个用了蓝衣所蓝衣的人为你耍出个蓝的人为你吧，那个托里他就穿着火棒，所以打这个蓝的落着这个马路有的东西
직직들 남이들 가이가 잡소되나 우리 다다 라에서 비만나서 독사지 집이 세면 좀 동네 말에 다데 돌아 다 지디게 로다 지디게 로 제일 최고 찍고를 때리들이 알로 말로 산다 대면 좀 세지게 생기마 다들이 자꾸 잡아라 생기마 다들 유망족에 파신족을 나와 홍구요래 들이 파신족들 상하는 데는들이 답답하다니들이 이식만한 양을 보고요래 야야야야야 그래 이미 대회들이 민정만의 통화니 생기 조지네 다 생기 좀 가는 것 생기지네 들이 다 잡고 집어 잡살을 빼먹다 그래서 대회들한테 다 상하족 전부 동발 내버가데 다주 잡고 잡살을 빼먹다 그래서 상하족 전부 동발 나무가들이 잡고 잡살을 빼먹다 그래서 若未掌握基不变王位，这也是一个譬喻。这个王位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佛性如来藏。佛性如来藏遍轮回涅槃一切法，也周遍等虚空的一切有情众生，也就是所有的众生内心的本性就是基如来藏。这个基如来藏它是不变的，所以我们称它叫做金刚持。我们同在晓得所有众生的本性都是如来藏的前提之下，也进一步的要晓得在六道当中最为圆满的生命形态就是人的生命，所以能够运用人生去实现基于如来藏的功德这就是我们特别需要了解的。那这样子的基于如来藏的王位，它的功德是本自具足的，就好像是一颗种子，它还没有发芽还没有成熟之前，它有没有成为花朵的能力，那个能力当然是本来具足的，但是会不会成熟，会不会开花，完全关待后来的外在条件。它如果能够成熟的话，就会长出花朵；如果不能够成熟的话，就仍然是一颗种子，它只是有潜力而已。同样的，王位如同王位一般的本来的基，心的本性，它的功德是本来具足的。他如果成熟就成佛，如果不成熟就是众生相。什么样的力量来决定他是否成熟呢？慈悲的力量。慈悲能够让我们本具的如同王位一般的基能够成熟为佛果，就像是普贤王如来祈愿文里面所说的一基二道生二果，那个基指的就是这边所讲的本来的基，也就是心的实相。但是有两条道，从这个实相走向两条道的话，就会有不同的命运结果。如果你所走向的道是菩提的道，那么就会得到暂时人天善趣的果报，以及究竟永恒的安乐，也就是菩提佛果。如果走的道是我执的道路，那么就会走向六道轮回，就会受苦。而这样子的道，如何取决，完全就是爱自己或者是爱他人，所谓的爱我执跟爱他执的分别。就像是佛子行三十七颂里面所讲的圆满诸佛皆由利他生，是否会走向人天善趣，是否会往下堕入三恶道，完全是看自己到底真爱的是自我还是真爱的是他人。所以如果我们发起菩提心的话，就能够具足成佛的能力，就能够掌握六度波罗蜜多的实修，这样子的实修是契合五种本来智慧的。而我们透过不断的熏修菩提心，就能够使这样子的智慧功德越来越圆满，越来越增上，最终究竟成佛。所以在任何的实修当中，都要以发心为主。如果你能够掌领菩提心，能够掌握发心的话，就是掌领的基不变的王位。嗯，你老早到一点没有加上马进了马上就捆绑不得了，这些咱们啥人呢？别人都说，这些碰康进去的美呢，这些到啥样个了？老马村呢？这些劳动移动可以中国人嘛？这没多少，我出来送完了去拆过去的。这边这些咱们啥人呢？印度说，这些咱们工作的接接不着来的了，接人接不的，谁接人的？这咱们啥样个王八的？蛮高一点的，他那杀鸡高干的那个当，
人类的马扎龙过了中国了的，他当西拉森拉，说啥把西拉给你上哪哈上去？人民医药的，人民医的给你大大公孙就是哈啥上去？大的哦，人民医去了哦，大中国中国人就我有的，地方有的，地方是中国有的，所以地方的抗疫的给你。马东的、刘伯的，他当西拉斯那的呢，算哪个车？他年纪轻不过去，西拉东巴的，西拉罗的大吉尼马哲巴，对哈不过的，西拉罗的大吉尼亚维尼马哲巴，他罗的伊的呢，他五十的呢，六十亚维尼南格尤的，这就给他们科瓦巴当的。들이 그런 대화를 차로 되어들이 야변이 때렸지는 들이 호화가 로지 이런 거 요래 그래 이 나와들아 탑 진지치고 어디라 피디인이 왔다 상축세를 지금 거네 리두를 거네 그래서 오고 니가 그랬더니 이제는 평에 동호사나 생기고 거네 생겨라 거네 탑 진지치고 돈을 실업 동반이 되어들이 내가 지금 양속 나오감이 세고 내려고 쳤더라. 그래서 세고 내려고 내가 이제 이런 말을 라는 한시 토거들이 탐하러 도가 이닌 가리 들이지 세고 한시게 내가 죽고 내가 세고 한시게 들이 사동 남카들 차 동 대동 들이 사동 들이 동 저런 매개들 돌리는데. 그때 가완절을 양성연구요리 놀라더니 다 고압에 이승 나와데 욕탈 탑예와 탑시합같더니 이승배배 이시던 것도 봐 욕탈 예미성을요리 대동 예미성을 사동 예미성을 별로 드림이라고 했는데 이승 니네 이제 주탑제 임리별로 쭉 동호도 봐 너는 이제 이름을 이식했던 것도 뭐야 탑 상하고 선발했어 接下来讲到说，若未掌握，若未掌理机不变王位，无法聚集空行母眷众，故请勤修官身为本尊。当然，一方面来讲，这是指外在的升起次第的重要性，要观自己的运、处、界等的身体构造、构成，都是清净本尊的自信。他的意思是说，假使不能够现起身为本尊的见的话，那么自利跟他利都将无法成就，就像是那个种子，你不去培养它，它最终就浪费掉了一样。当我们讲说观身为本尊的时候，实际上只是指外在的升起次第而已啊，就是身为本尊的升起次第。但是实际上我们要讲的更深层一点的话，真正的内在的意义呢，就要按照上周讲到恒河大手印的时候所讲的，恒时都要了知方便跟智慧是双运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所有本尊法门当中都有佛父跟佛母的这个和合的相。我们要晓得密法里面特别重视的就是三件事情：表示、象征和意义。表示、象征跟意义体现的就是要体现方便跟智慧双运，透过方便跟智慧获得无二智的道理。举一个例子来讲，当我们看到佛父跟佛母的相拥的和合相时，他的外在的表现是一个男性跟女性的拥抱，看起来是两性之间的一种美好的感受，是一种乐受。但是这个乐受要提醒我们的象征是什么？它提醒我们的象征是所谓的乐本身是显空双运的，显现的同时它的本性是空的，它的本性就是悲空双就是智悲双运的。所谓的方便是什么？方便就是指大悲心，悲心指的是智慧呢，则是指对空性的了悟。大悲心跟对空性的了悟，恒时都是并行不悖，都是一体两面的。这个就是方便跟智慧双运，这个就是真正的佛父跟佛母。
当我们拥有智慧的时候，就会晓得原来自己还有相对于自己的其他的众生、其他的法都没有真实的自性格成，这个是智慧的层面。透过方便大悲，我们可以晓得一切的问题来自于对于真相的不了解，所以产生贪嗔。轮回的众生因为贪嗔的缘故，所以不断的循环，不断的恶性循环下去，在轮回当中受苦。如果我们能够在世俗当中彼此慈爱，彼此保持慈悲心，用菩提心看待对方能够对众生产生利他的想法的话，那么我们就是具足了方便大悲。在方便大悲的前提之下，我们最终就能够通达原来一切法最终都是般若，都是空的，都是性空的这样子的一切法都是性空的智慧，要由方便的大悲而来，它不是透过其他力量能够促成的，而是本觉自己能够了证的，它是就是所谓的自然的大乐，法身的大乐。这样子的法身大乐，我们在体认上有不同的层次。首先了知一切显跟空都是双运的，还有乐跟空是双运的，还有明跟空是双运的，乃至于觉性跟空也是双运的。要如何了知这一切呢？要透过对于方便跟大悲方便大悲的熏修，最终才能够晓得原来轮回的一切世俗相对的相，最终也是无二性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观本尊佛父佛母的道理。本尊佛父佛母就是在在的提醒我们，显空不二，乐空不二，明空不二，一切都是无二智的展现。这个就是内在的本尊法门所要谈的真正的道理，也就是要透过表象透过表示象征跟它象征所诠释的意义来获得正确的认识。这个是我们在修持本尊法的时候所需要把握的关键。这个来的不干净他过错的时候应该有一个干净的当我一直在把这个我说圣女王啊那个女王啊这个有的圣女王啊那个啥都是把啥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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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上周成的这里一心很差的我说的上周成的嘛当地的人你们把人抓住他差的我说的出来超人觉得这个话的这里这上周成的这个总的呢这个让你给忙不行我说嘛这个上周成的这个总呢他是他们跟国文内的人那边啊可以理解的哦他做偏经济呢做适当生意呢哦我做的是安吉国国，我做做，那哪里不要嘞？这个这个这个差多点要嘞，这个这个适当点要嘞。你啊，电话跟他那的弄个是，他用不着嘞，这里出国用不着嘞，干嘛用不着嘞？这里一三中生毕业了，哦，他那三中生毕业去，三中生毕业一个比一个偏好些，做敌人没钱的了啊。中国的人就不差过了，我们老百姓的人就不差过了。你们一起的呢我们那不同健康他做不得啊这里高级的他做不得啊这里这里大不同的那也会有的这我妈现在这样好了差不多的这里这里这里是那种的平庸呀就是那一种我的东这大的日子。所以我们这一段在谈的基本上就是禅修本尊法门的意义还有它的功德利益。当然在座的诸位有些人也许能够领会的过来，有些人也许无法，但是这也不要紧。我们从根本上来做整理的话，
所谓的机，就是心的本性是清净的，但是它展现会有不同的面相。从外在的面相来说，五大种，地、水、火、风、空，是外在的世界的组成，乃至于我们身体的组成，也是由地、水、火、风、空组成的，所以我们称它是外在的面相。比方说我们的身体，地大种的层面，要构成了我们的肉；水大种构成了我们的血液；火大种构成了我们的体温；风大种构成了我们的风息、气息；然后呢，空大种构成了我们的生命。那这个是与五大种相关的。而五大种的清净层面是什么？五大种清净层面就是五方佛的佛母啊，他的清净自性就是佛母。再来，他的再来讲到内在的层面，内在层面是指我们的心有贪嗔痴、傲慢跟嫉妒等的五种烦恼。五种烦恼的本来清净自性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清净五蕴的自性。清净五蕴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五方佛的佛父。这个是从内在来说的，外在的五大种，内在的五毒烦恼，跟秘密层次的五种本然智慧彼此关联是极其密切的。端看我们怎么样去看待它，你从菩提心出发，那么你就能够见到外在五大种就是佛父，就是佛母，然后呢，内心的烦恼分别就是五种本来的智慧。可是如果你以我执心去看它的话，那么五毒烦恼就仅仅是五毒烦恼，他们之间的关系就跟水跟冰的关系一样，端看你怎么样去去看待。再来呢，如果你有坚固的菩提心的话，那么你就不需要对于这繁复的理论懂得太多，你只要懂得去守护菩提心，那也就足够了。比方说朋友跟朋友之间，在人际关系相处上，如果你只是想着永远都是自己，永远都是自己跟朋友如何如何如何，全部的环绕观点的中心都是自己的话，那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这个就是缺乏菩提心的弊端，因为你一直想到自己，所以呢，你会产生嫉妒心，你会产生嗔心。相反的，你就会而且呢，进一步的，你会因为追求自我的快乐，最终导致痛苦，导致跟他人的纠纷。那如果你懂得菩提心的话，那么你就会晓得说，我应该要帮助其他人，我应该要饶益其他众生，不管对方是男性友人也好，女性友人也好，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不应该只是想着自我，不要永远都环绕着自我，那么你的所作所为自然的就会导向六度波罗蜜多。这个就是真正在实践善法，是实践以六度为核心的善法。透过六度的熏修，逐渐的你才会从乐跟空两者的般若心去着手，再进一步的会晓得原来明跟空是般若的，原来觉性跟空是般若的，最终就晓得原来心的实相就是真正的无二智。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才能够真正的自他而立。这个就是修本尊瑜伽的功德利益。如果与此相反的话，就是总是抓着自己，总是抓着我执，那就只有走轮回的路了。这个就到了这里。本来上海一张的拉萨瓦达巴蒂巴苏人说，那么萨瓦的我们搞这个的来估计的估计差了不少了这个那么萨瓦说这达巴蒂巴的呢，但这个还讲评估了，我说那不可能，那不这里国外人这边自己忙跟东西的，那不是才把钱就回来了。我查查查完就回我里边了，我们这把打算钱呢，给我给用过的，那个打算钱呢，我用过的，给他们去用过的，都查完了，结果这把菜有都有的，这位这个你不了的，再打八折八折，这里估计查了那帮他说的，这到这里边了，怕是说这里也得拿手把他给冻结呢。别老查着讲的，我这你们发了的什么的，就你把这些现在你过来要，现在你过来找我要，对，还当地打把他理的，这当地得了了，那不忙了的，打把那不得了，怕得了这个怕怕不怕打着我嘞，别那怕谁冲你老说打着我嘞，一些啊有啊打着我嘞，这到底他也觉得还想骗给我嘞，还是得那道理那不要的。그남도내가그원대통령이커버려요
啊，你那多没事，你都不用啊，好些嘞，干的有嘞，就是来接人打把子吧，在那打的打把子，耍把子，来个那么什么职业，这职业这样子，啥子心被一起拉，打了对吧？这个突击的对那个一起就对吧？这个突击的。那就是那个桌这东西桌到了上了三级的地方唱嘛，就接了在一起的地方送的，好像一他就没唱过，那把马上来的，那个是那个地方唱的，说的，对嘛的，对的，准备一些这个土鸡，他这个地方有人做到这个地方是苹果的，准备一些。那个就芝麻汤的砂糖就让你有什么中药药的，家里有的一斤就买，啥子好好用嘛？他当你自己的嘛，老百姓们怎么就叫吃的药的？所以你自己用啥芝麻汤的，那些人我就管了呗，娘的药的，对不对？这个也得拿到你们家，管他怎么弄嘛，那个药的，我就常去买汤娘的，你就把那些送过来，对了对了。那两个全部军训了，这军马上的两队要来上，这个一起去了，一起去带瓜他们，这里阿杰带马哈去，这里用过要来，在密宗的本尊天的瑜伽观修方面。升起次第有三个要点，第一个是明观身相，第二个是意念清净，第三个是佛曼坚固。所谓的明观身相是指对于佛身的种种细节外相的表征都能够清清楚楚的观想，这个叫明观身相。再来呢是意念清净，在意念清净的时候，我们要晓得我们对于过去现在未来三时的轮回习气那个概念是非常固着的，非常强烈，因为那个习气是非常隐微的，我们不能够不容易察觉。比方说当你看到了一场精彩好戏的时候，你会乐不可支，当你看到了苦难的时候，你会心里会纠结，那个实际上都是一种隐微的习气，对于轮回的一种细微的习气纠结情节在里面。那如何对治这样子的习气呢？就是要运用本尊禅修当中的意念清净，就是刚刚所讲的表象象表示象征跟意义的这些意义这些道理来通达意念清净。你要去思维四无量心六度婆罗蜜多的道理，这个就叫做意念清净。比方说观本尊的时候，为什么本尊有六臂呢？本尊的六臂就代表了布施在内的六度婆罗蜜多。当你看到六度的时候，就应该提起它的清净的道理，就它所象征的就是六度婆罗蜜多。如此一来，你修本尊就能够切中要领，不断地净化你的分别妄念，你就能够真正从六种主要的分别妄念，或者我们常说的五毒烦恼当中获得解脱。否则的话，一味的追求没有妄念的境界，那是非常不切实际也非常困难的事情。假使你真正有非常稳定的止的功夫，让妄念能够停歇的话，那下一步你应该做的是什么？就是要做意念清净，就是要观清净的本尊它的真正的意涵是什么。你需要有这样的意念清净的功夫。我们要晓得所有的本尊都有两个面向，智慧还有大爱。对于本尊的智慧跟大爱这两件事情，我们要产生由衷的信解，这个就是意念清净。所有的本尊都有悲心，这样子的悲心对我来说都是就像是朋友一样，它能够长养我自己内心的慈爱心。如此我们就对本尊的功德产生了真正的信解。如果你有这样子的真正的信解的话，那能不能够观想清楚本尊的身相就不要紧了。即使你不能够清楚地观想本尊的身相，但是你对本尊的智慧跟他的强大的慈爱心，对他的悲心是有信心的，那么你就真正能够得到本尊的加持。本尊都有两个功德，一个是智慧的功德，一个是
悲心的功德，智慧的功德是能够片于一切事物，了知一切事物的本性的功德。再来呢，悲心的功德是他对于一切都拥有广大的慈爱心。我们如果能够提起正念去体悟本尊的心是慈爱，这样的慈爱就能够真正的帮助到我们的修持。因为所有的众生内心本性都是如来藏，如来藏心遍一切众生处，所以我们的心也跟佛的心是一样的，本来就具有慈爱心，本来就具有大悲心。只要你能够懂得提起正念，意念清净的话，就能够展露这样子的佛心的功德。就像是普贤王如来祈愿文里面所说的，自他的心本来就是清净的，如果你能够放下自他的分别的话，那么那样子的纯粹的心就等同于我普贤王如来。在这样子的慈爱心的在这样子意念清净的禅修之下，进一步的你也会能够体会到第三个佛曼坚固，就是自心即佛，心的本性就是普贤王如来的道理。不是那一些帮你了，他的前面一些的大的嘴巴的说的刚的变了给他们帮忙的给你的真的的落军事上的给你的小马家了给你的马小家我告诉你给他们帮忙的哦，但你其他年纪去我其他年纪没有你落军事上的马同学的这样的马桶我这样的头发啊真的人家都有了去这几年这个季节到了送我到了那个朋友们我送给我的或者开始的过了的别提到了亲笔记的这个让给你大嘴巴的三级他们让给人身体也把这个身体他们也是高兴他们亲笔我的那把那个朋友们亲笔有什么等于这个土地这里一起给带吧，他从哈江这边全部带上去，这啥个我甚至他就这边一个人，等于这边城里了，等于六百带吧，等于没在那个超大土毛屋头，他们去让给来个那帮人当那么多，这个土鬼嘞，这不用说到人那样，说他也叫不了这个这种的。那他们就把这带到了，再不出来了，就留不带吧。别说当初一起说带吧，就让你啥了带到了。今年这里的那个平安这里交个药的，在中年这里，让个生的啥学生，接了接了，哦，生的一人哪个生的，那是宁波的，那放个生人嘛的，六七八的，我不知道我的。你老早到沙洲去了，那沙滩上就吃饭不多，沙滩上面嘎嘎的死，东就把这让他的光呐，你人那样的人，破人阶级的，今年头就摸人阶级的，这边恐怕人是真的把下游有的，这个是真大量，老了啦就把这沙洲吃不上，受不了死，这跌倒了，这里人上去啥子单痛都不有的。这个你这里马卡都穿帮了，那什么，这就是没穿鞋啊。再说了，这里两个平底鞋，他平底鞋做了不管用了。你说把我卡都穿鞋不要穿出来，就不要的。这第八十了，这到了人中国来去。再来，我们对于我们刚刚提到对于本尊的大慈爱要有信解心。再来呢，对于本尊的片知的智慧，要有清净的信心。这样的清净信心，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讲，比方说过去八关斋戒的传承祖师吉祥比丘尼，他花了十二年的时间专修大悲观音的法门，到了第十二年才真正的见到大悲观音。当他一见到大悲观音的身像的时候，他就跟观音抱怨，他说。你叫做大悲观音，可是我看你一点悲心都没有，我修了你十二年到今天才见到。这时候呢，大悲观音就跟他讲说，不是我没有悲心，是你何时能够真正提起对我的信心，对我的何时提起真正的正念，何时具足圆满的信心就能够见到。这两者是同时发生的事情，我的悲心恒实在那边，但是你何时
能够建立起如此的信心跟正念，才能够见得到这个公案。相信也在座有许多人都曾经听过，所以我们应该要对于诸佛菩萨本尊他们内心所拥有的片智的功德本来的智慧要有清净的信心，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晓得佛陀具足智悲力三种功德，我们分别的要对这些三种功德产生三种信心，对于他们的片智的功德要有清净的信心，对他们的大悲的功德，也就是如同我们的最亲密的朋友一般的对众生的慈爱心，要产生信解心，如此一来才能够得到本尊的加持。再来呢是他们事业威德力的功德，对于他们的威德力的功德呢，我们要有虔诚的信心。这样子的虔诚信心呢，就了解说原来我们跟本尊的心都是一样的，跟所有的诸佛菩萨都是一样的，我们的生命形态不同，那是因为过去无数劫以来，在生生世世当中，我们各自的造的业，我们业力的显现，所以有了生命形态的不同。除此之外，我们的心的本性仍然是同于本尊的自性的，这个就是对于本尊的事业能够产生真正的信解，产生真正的虔诚的信心。当我们的心里面能够真正升起对本尊的心的功德，对他的悲智力的三方面的功德的体认跟确知的话，就会晓得说，哦，原来我的心就是本尊的心。你会产生这样子的了悟，你就会觉得说，哦，本尊跟我实际上是一样的，我们是没有分别的。你真正体悟到自己跟本尊的心是完全无分别、完全相同的时候，由于你的悲心，你就能够现起观世音菩萨。有男性就现起观世音菩萨，由于你的悲心，女性就现起至尊度母，这个就叫做清净相，这个就叫做清净观。因为真正究竟的本尊，它实际上就是慈悲心的自相，就是我们的心的本性的自相。如果你真正通达了无二智的话，在本尊跟自己无有分别的境界当中，与世俗相对的世界里面，你就能够真正的以悲心去饶益其他众生，别人也会与你和睦相处。他那那我们他们罗巴萨罗他们这话这个就其实刚才讲你一天中午午饭中这个有他干不着这个有嘞，他说这个呢他说你这个你不知道每年有三个月的这早晚的买的啥的一些这个你有的那一些吧，就家伙看起一些弄得精致，你是没被一些这些的这个，一些我又让我了的，那个是要啥样方法的呢？到他第二天香港门啊的到那，今天这当中嘛，啥都变成谁话不讲的那些的了。第二天我啷个弄？这这个人多大哈不就是，长没把的，那一些把他就说就把的变了。出个个龙有没有的在，你是那边是的，别人家做节目吃了吃了有嘛，吃了那么难的，别人老爸别人家从上边有没有的，我吃了嘛，那就把这到回去了，但是啥这个不是啥从这里有的，对嘛就一定把这个说话当，就什么就变成了，一定把这个出发回来，一定把就什么就变成他们这里出发回来，怎么就把这。这各长忙的，送就把出就把的上下班，那样得到，那这样子了，那那他们这点，这把的这几挂的差了，这当然没了，有个就没了，啥可干的装啊，这就基本拉差有个有的，这样，那一星期一，七八个人就个说说去，大金鱼这些让路跑不住。当你这就中国的，别他妈从来也不吃过，上天咋办了？他们出来就把吃够了。妈的，这上面的那个从中国的这些这样子来了，对吧？我的，这马上，哦，身体他们啥子都不吃，吃个没落了的话，就是这个让几个的呢，那真的让这他平时就是对吧？都。对，是啦，他们一些弄的精的精的，哈不的，再给一些不精。说完这个讲的，菜都讲的有了，菜也有了，身体他们就啥地方嘛，通过他们说完这把不，再到了你，
变种我的比中国有的词在本尊禅修方面，初学者 通常都有同样的问题，这个问题还是蛮大的毛病，就是来问说，我本来是修某某本尊的，现在要修另外一个本尊，这样妥当吗？这样可以吗？其实这个就是你把本尊当成一般世俗凡夫来看了，你分不清楚什么叫做 智慧本尊，什么叫做世俗天尊了。你应该要晓得，我们修的本尊它叫做智慧尊，智慧尊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它的本性即为无二智的意思，无二智就是智慧本尊，所以就像是密续里面所讲的，一切诸胜利者诸佛在智慧的密意界中都是平等的，它的意思指的就是所有的诸佛的本性就是无二的智慧，就像是我们这次修的极乐净土的法门里面也提到了，在极乐世界当中并不是只有西方三圣，而是有上亿数不清的无量诸佛菩萨环绕着西方三圣。为什么说数不清上亿呢？原因就是说，所有的诸佛虽然在相上面，在外相展现上面是有所不同的，但是他们的心意就是法身，就是无二的智慧，就像是大海一样，所有的河流最终都要回归到大海，当它进入大海以后没有任何的分别，不管是东边的波浪还是西边的波浪，不管它是卷起来的海浪还是平静的海面，它的本性就是水，这一点是没有任何不同的。所以你应该晓得，你如果成就一个本尊的法门，就成就了所有本尊的法门。同样的，你像一位僧众像一位僧人做祈祷或者是供养，就等同于向三世诸佛做祈祷跟供养。原因就是因为佛身在外相上有不同，但是佛语跟佛意是没有任何差别的，所以你向一个本尊进行赞叹，等于赞叹一切本尊，他们是没有任何差异的。这样子了解的话，就不会有修这一尊之后呢转修那一尊的问题，或者说到底是适不适当的这个毛病了。你应该要清楚的辨别世俗本尊跟出世间的智慧本尊差别何在。如果你把它当成是世间的天尊来看的话，问题就很大，因为你是紧抓着我执的，紧抓着我执的时候，你就会想要用世间拜神明的方法来医治本尊，这个时候你就会希望财神能解决你的财务问题，当他解决不了，你就对这个法门产生后悔。但实际上你财务问题不能够解决的问题根本的症结何在呢？是因为你暂时的过去的恶业显现，所以你不可能能够在经济上有所发展，而不是本尊的问题。所以千万不要这样子做，一定要晓得两个关键。第一个关键是所有的诸佛都是一样的，他们的本性就是饶益众生，他们的智慧就是无二的智慧。所以抓住的第一个要点就是所有胜利者诸佛在智慧的密意界中都是一样的。第二个就是我们为了要能够饶益有情众生，所以不断地向诸佛菩萨向本尊做祈祷，我们在修本尊瑜伽的时候就抓住这两个要点来修。对对了，那个故事萨瓦达巴迪巴僧人哪里要不用的萨瓦就不用的了他不拉卡拉的地方有了这生了在我们的狼是吧这生了这样的把上面生了因为你这些生了啥子这些人呢你这些生了啥子这些人啊这些的让不让我呢啥子让不让通过有的这都是把都是破到了我有了嘛把都是我个人破了这几个人破的你知道你透过什么嘛？就是看不到的，龙骨龙破的，啥子皮子呢？这就啥子高度？这那的，让个身得了啥子有嘞？让个身不上是啥子有嘞？如果能看不到嘛，那的，那身得啥子就得，这就啥人就那照顾有嘞，那么人就那照顾有嘞，那么这把个，那么个身那照顾有嘞，七八人有嘛嘞？得了九八九的一个送五个送人，这是啥子？那么些喇嘛和沙龙婆的确实，
호황은 초 담바가리 랍같은 돈 담같은 바 이스메베시 돈 대런 포하고 말이에요 대면 전나 라마세미 샤디나 늑사이지 라마세미 라마바비 세미 샤디나들이 대면으로 반대 세미 이담 꼭가로 세미 샤디나 그때 산촉성을 잡초는 돈에 그때 반도니 반에 태촌에 바로 산지에 두고 요리 사이 그때 뭐 세미 샤디나 뭐 이제 당을 해야지 刚刚提到升起次第有三个要点，第一个是明观身相，第二个是意念清净，第三个是佛曼坚固。前面提到了明观身相，如果可以做到的话，当然是很好；不能做到也，它不并不是最主要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能够有本事，有办法修明观。本尊身相能够做到念念不忘，很容易意念起本尊的身相的话，是非常有好处的。不管你修的是哪一个本尊法门，你只要能够，马上的意念本尊，然后念诵咒语，安住在那个境界当中的话，对于自己的将来的解脱是很有帮助的。你能够恒时的随时意念本尊，常常的念诵咒语，乃至于在梦境当中都可以，意念自心即是本尊，自己呢。都能够现起本尊的身相，在梦中能够做到这样子的话，这种行者在死后不需要请人家来帮他修破啊往生法了，他在中阴境界当中能够成就报身佛国的，那这就是所谓的中阴当中于报身境界当于中阴当境界当中的报身破啊法。再来呢，所谓的法身破啊往生法，那个是比较困难的，你必须要能够认出。所谓的沉睡境界当中的法身光明，那个是比较难的境界。不过如果你能够平常多意念本尊身相，在梦境乃至在梦境当中也能够现起本尊相的话，逐渐的就有可能在报身境界当中，在中阴的阶段里面获得解脱。因为毕竟本尊就是心的自相，就是心的无二智的那个层面，我们的心就像是房屋里面的住户，而我们的身体呢，就像是这个空空的房子本身，心就是真正的主宰，它就是我们的本，它就是它的本性呢，就是实际的本尊。所以，如果能够意念本尊的身相的话，对于解脱是非常有帮助的。如果你对于上师特别有信心，能够意念上师的身的话，也是可以的。不管是意念本尊的身相，或者是上师的身相，都是一样的。今天宋公尊者曾经讲过，破阿往生法有。三种不同的层次，最上等的呢，就是了知自己的心事跟上师和本尊是无分别的，这个就是最殊胜的破阿往生法，那个是通达了究竟实相，即是无二智的破阿往生。中等的呢，是内心当中恒时能够意念上师跟佛菩萨，比方说你能够意念阿弥陀佛的身相，这个是能够在帮助我们在中阴的第二阶段当中。获得往生的方式，这个是 中等行者的破阿往生。那里头的南巴萨瓦去，南大春巴去，他的公文那里，那么多哈将马王他的，来打的呢，这种在这里的打，你们怎你们跟着走走了呢？别的巴的，他希望出可以过去去了，三个他妈。你啥子啥子啥子嘛？对，我念的，从啥我啥子生啥有没有嘞？对，第二天他是大病的，他他就总是的，跟着我记性，我记弄啊，哦，这人与梦啊，这些个人就说大的，我听他们这里，平常吃不了，这个那么胖大的，别人看见谁我们村里个特别的，就是吃不了，他爸就拉屎，啥话他爸的。你这啥话？大话他们，这是看不用了。第八的，我家第八的，当一季的第八三角什么一季我们，说说了，一笔的弄的喂，我们大概是个没得，一笔的弄没得，不然那里去，干这些，我今天我们都没生意了，啥子生意？吃饭没事，生意屁股上，这啥干啥东？他这些个这些个是这样的嘛？茶叶么的啊，三碗大把，再到现在一把就是大些些的，
이 사실은 제약이가 용료해. 대용으로 강해야 딱 가시고서 못 빠르게 대용으로. 딸이 제사를 제친구만 하고 그래. 제친구만 하고 그래. 나를 대박하게 실어 남아지 멀리 비우고 그래. 하장들이 용지 전부 이렇게 주도 대사가 강의 가지고 남자들이 사서 주인 탐나. 이제야. 사서 제일 주인을 드려. 수능 제일 좋고요. 수능 시방가리. 새들 막 차가지니 차공도고 차도 이렇게 쉬는 거예요. 등자주들이 용지 대선 토구요. 이 사주는 뭐 태워 뭐 그냐. 이 조가로야 명나 내 말을 하면 이단 망나 이단가 이단 찍 아빠로서 이단이야 미치 이단 가리는 거 삼아지 빠르서. 이 소지 이단 찍겠더니 우리 제가 이 사주서 이제야 내가 찾아서들이. 간절대 봐서 사람 생님 대화니까 사람 생님 대화 마치 봐도 된다. 근데 약수리 대다 차고 배지다 나만 못하고 이제 동력 대래. 나 나한테 했다가 신발 예수고요 대래. 所以本尊身体次第当中的三个要点，明观身相、意念清净跟佛门坚固，是我们在这边解释的重点。前面已经讲完了第一个跟第二个，我们稍微再整理一下的话，关于第二个意念清净，主要是透过清净心来解决我们的妄念，来让我们的妄念一一的获得分析，获得消融。当我们意念清净的时候，就是透过刚刚所讲的表示象征跟它的意义之间的关联，不断的去看，仔细的去看本尊身相的每一个细节，不管是极净尊也好，愤怒尊也好，你反复的去观这每一个细节代表的意涵，会让你的心越来越清澈，越来越明晰。比方说，当你看着本尊的五佛冠的时候，你就晓得哦，原来这个代表着五种本然智慧。那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现在内心的五毒分别烦恼清净的面貌，就是 五种本来的智慧，所以要带五佛冠。原来是这样子啊。所以意念清净指的就是不断的去意念诸佛的每一个细节的功德，透过这样子的意念来拆解你内心当中的妄念，这是第二个意念清净。第三个是佛曼坚固，佛曼坚固基本上就是要强化你跟本尊之间的连结，相信深信自己的心跟本尊的心是一样的，这个就是佛曼坚固的要点所在。假使你觉得观想本尊的身相很困难，然后一一的去意念清净的这些象征表示跟内涵也很困难，你做不到这些的话，那你可以只做一件事情，就是深信自己的心是菩提心，觉得深信自己的心就是本尊的心，对于菩提心产生由衷的信念，对于利他心产生急切的必要性，觉得说我什么都不会，我观想也观想不来，这些意思我也都不懂，什么一念清净的意思我不懂，可是我深信我的心就是本尊的心，我深信利他心，这样子就足够了。深信自己就是本尊，深信利他心，去念诵咒语，最终就能够让你不会忘掉本尊。我们要把握住的佛曼坚固的最终的目的，就是不忘本尊，能够强化你对跟本尊之间的联系。就像是像藏人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有个习惯就是马上就开始呼喊本尊，马上就度母度母救我，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习惯。这是很好的习惯，就是说当你遇到任何苦难任何危险的时候，能够马上念起本尊，你一念起本尊就会获，你能够有一分的意念就会有一分的福德。这个福德是什么呢？这个福德就是消融你的习气，消融你那个固着的习气。所以呢，对于本尊的在在意念，深信自己就是本尊，这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有很多的本尊的法门，但是你选择一个你自己非常适合的法门专注的，我这样子不断的去培养自信就是本尊，不要妄念妄视本尊，常常能够意念起本尊，就是你专修这个本尊的重要性所在。在这样子的提起自己心就是本尊的心的意念之下，
啊，不断的多诵咒语，对自己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抓住这三个要点当中的啊佛曼坚固，然后不断的去念诵咒语，不断的提醒自己菩提心的功德，不断的提醒自己就是本尊。这样子修的话，就能够切中要点来修本尊的禅修。我们稍微等一下英文的翻译。那这位大家，이남자나보면이가장가치있는이가사만의유대지에서그래서리리리기들도탑탁할수없어요그게많이많이들이고를못했어요리리들이리룩이라이제에서나나와지삼십일기총잡고들이오래상하통지나빛나사다강의유럽감이라지지마지다지나다자타바지는두개를你那皮肉看要嘛嘞？你就是看的牛呢，我们土地那皮肉要见的牛呢，你不看个那啥什么大的，大把看准的了，你都把吃皮肉嘞。我做这个在那里吃，那的你直接大把的肉嘛，我是不看那啥的皮麻的，那的我是真麻的，对那的我是真，对你那云南就对那，当不看过我呢。这个泥巴子，那个光嘛是不的，那这个泥巴子，对那个的咱考试吧，我们得了这个泥巴泥巴子，这里那个的热多的吧，我们我们吃的也得的，热热的，热多的吃的，大山这里就把把身体都讲最高级的这里泥巴泥巴子，哦，要有热巴子，热巴强的。你这钱的哦，甚至他们这等于啊，三八的年纪女的，真的等于一夜的打不下火了，这六千上，等于一了等于是啥？六千好是小的，你是那辈，但是你活到啥的地方了？我查哦，六千的是那起步的意思，这了等于等于啥地方吃的药嘞？这还叫药不嘞？这他妈那准备就是大锅药嘞，那得了别的呢，恰到生命这样个药嘞。那军人不大，起码有个这个必要嘛嘞，那军器没法打，这个人打就空虚差了，你没接到我们这里要嘛嘞，那怎么着啊？没法可能打这个，这也不有联系。所以前一段关于佛曼坚固的要点当中，我们提到重点在于深信自心即是本尊。那么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新义派跟旧义派就有不同的本尊的修法的要点。以新义派来讲，通常是把不同的本尊法门分类为四部密续的成就法，每一个本尊都有各自的特色，各自的成就法，这是新义派的传统。旧义派的传统通常在本尊禅修时都是按照着莲花生大师所归纳的念修四支的要领来修持的。比方说如果按照新义派来说，有些人就认为说某个法门要如何如何修，要才能够去除疾病啊，然后呢要怎么样意念本尊啊，要念诵多少咒语啊才可以。就有很多人问说，哎，我修这个本尊可以吗？那修他的咒语要念多少次？100次够不够啊？那这些事情实际上并不是关键所在。当然你如果多念这些咒语对于自己的健康也有好处。比方说你常常的念咒，可以透过这个念咒的频率，让你的内脏也获得协调。如果有胃病的人多念咒会能够改善的。当然这是就世间的相对世俗的角度来讲，它就有的一些当下的好处。另外呢，透过念咒你也可以直接的意念本尊，那么直接意念本尊就会符合新旧义派前义派里面所讲的念修四支里面的第一支念修支。念修支就是当你在意念本尊的时候，观想本尊的身相，还有咒曼这个时候咒曼它是不旋转，只是观想咒曼种子字，然后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念诵咒语，我们称这个阶段叫做念修。在接下来呢，你的稳固性稍微好一点，你就开始观想这个咒曼旋转了，然后在观想咒曼旋转的同时进行咒语的念修，并且意念本尊，这是第二个阶段，叫做进修，靠近的进。第三个呢是旋转的咒曼它开始放光，上供诸佛，
然后照射到光芒，照射到六道众生的时候呢，净化了六道众生的盖障染污，这样子能够放射出光芒，并且继续观想咒脉放光，并且继续念咒，这个就称为修，修行。第四个呢，是因为你修，修这样子的观想的时候，你自然的对所有的众生都拥有慈悲心，你晓得所有的众生的本性，心的本性呢，就是本寂如来藏，它是本自清净的，它就是本来的智慧。所以你安住在这样子，一切众生都是本来智慧，都是无二智的见地当中去做修持，这个称为大修。我们常常说大修法会的加持力非常大，就是因为它具足这样子的见解。那不管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程度，常常念诵本尊咒语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念诵本尊咒语的时候，是否拿根念珠在那边计数，这不是我们的关切的要点所在，而是要尽可能在任何时候都能够不断的念诵咒语，不断的意念本尊。如此一来，如果你真的能够做到自己不跟咒语相分离的话，那就真正非常有帮助了。你当我还叫干起来的大有的也看你大大当初让给忙没杂志也杂志没事的那场的东西刚一切那样的稀松那样的他们的第一身体的这些刚一切什么的我们第二三季节的有的第三季节的平均有的平均有的这平均一来用过的垃圾的这些爬肉把这些的你比如说这些差有的第二的三季的新差感觉啊全部有的这个平均一来用过的他三季都忙过了改的别呢就都从来的他拿个给你去掉啊这三季的他刚才说我的心这个你要求的我的这个你也可以去就都没有人家的三部经常当中大部分你的人们说话他你的人们说话他光的呢你知道的家庭去门口里边大一样的大的人的你三八的你就不能让你的这个嘛光的呢你是一起我的这个朋友你的这个嘛是他的你去做人给谁送你呢这当不这样还笑的这这这个哦笑的那个妈妈妈就这个有妈妈的这人家的菜没把它拍上这样才能搞一个平衡但今天这个平衡就最终的平衡这是那个一旦搞了这些这妈的东这个说我呢那把这些呢当不上这个这这个是啥的这些这妈的东啥的这不这些的呢这个这个平衡平平静静搞的呢，来人把他们当地做的药业，这个烟品的老的一些钱呢，这里就当然也是那个，我们这些平民药业工作了，来还挣头上那多，对不对？当地搞的是啥的啥的说话，他们呢，农业的生活投入重点呢，这里那块的土老同们每个人搞起一点成都药那作用，当地的生活上是成都药业。这是垃圾大的用不了的，当你村民中就是压你们买的，这是我讨论，这是垃圾，这是垃圾，这当地垃圾的啥，你去给了，当地中的计划起了什么计划的两个主播的，哦，那这这个主播的呢，这都主播村民，这当地查到了都不光是没村民查到的，大概用来上这个的，再主播的这玩意上面，这一进去的。还要开心不嘞？到说说的那样子的，东西讲的加油嘞，这个成绩嘛，你一旦回来，都是还要开心不嘞？有个教授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教授就是恒时不离本尊的自信。恒时不离本尊自信是什么意思呢？最终极的朋友就是本尊。就是慈悲心，他是我们永远不会，永远不会背叛我们的朋友。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教授。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家人或者是朋友遇到很多的苦难，比方说有人生病了，有人遇到困境，有人可能过世了。作为他们的身边的人，作为他们的父母，我们可能会为他们担心。为什么会担心呢？因为我们爱他们。
那这个爱是不是慈爱心呢？当然是，是慈爱心，它就会有好处。可是它完全都是好处吗？也不尽然。它有两个层面，就是利弊参半的。它因为是慈爱心，所以它会带来好处。但是因为这个慈爱心是局限的，它是出自我执的一种爱。你对于这些特定人士的关怀是仍然带着我执的。只要是带着我执，它多少都还有一点伤害性在里面。所以仅仅只是关心自己的身边的人，当然是有好处，但是同时也会带来一些弊端的，因为你仍然离不开我执。那你在这个时候要怎么样能够真正帮助到这些人呢？你应该是要想到，哦，他也在受苦，其他的众生同样也在受苦，我对他有爱，我对他有担心，我同样的应该要观想对其他的众生的爱跟关心，为了他以及如他一般的所有的众生而去祈祷度母，在无我的，就是抛开我执的情况之下，把你的祈祷扩展到上成百上千上万的这些众生，这时候就能够不带着我执的来帮助众生了。比方说你身边的这个人他去世了，你关怀他，所以你非常想要为他做什么，但是进一步你当然可以这样子做，但是进一步的你应该想，所有的众生也都曾经做过我的父母，所以呢，我的这个关怀，我对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应该要更加的扩大，能够到无量的悲，无量的慈。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你心里面怀着对等虚空众生都是父母的想法去修任何的法门，你修什么样的本尊都可以的。你可以观想男性的男性可以观想观音，女性可以观想度母。在这时候你要修任何的本尊，意念什么样的诸佛菩萨，意念什么样的咒语，念诵什么样的咒语，都会产生帮助的。因为你的心是广阔的，是广阔的慈悲心。那这个时候因为没有自私自利在里面，没有我执心出发，所以你的那个纯粹的利他的心是能够消融业力的伤害的。所以我们为了其他的众生能够离开忧苦，所以去为向本尊做祈祷，这样子的话，那个慈悲心的力量是与你恒常相伴随，恒时与你同在的，不会与你有任何一刻相分离。否则的话，你总是有着我执的心，这个我执会带来痛苦，而那个痛苦会刺伤你的心。因为我执，所以人们可能会觉得孤苦无依，无依无靠的，有些人会走向这个自我了结的路，常常是因为感到无依无靠。这就是因为我执心非常强烈的缘故。如果我们懂得常常意念本尊，本尊的心就是慈悲，这个心慈悲的心跟我们的心从来没有分离过，所以它是最可靠的朋友。在还没有证得佛果之前，这个不会带来痛苦的慈悲的朋友，也就是本尊，它永远都会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应该要常常意念本尊，意念本尊就是在意念自己的内心当中的慈悲。这个慈悲心呢，会永远带我们战胜所有的痛苦。所以这个教授才称为是最为殊胜、极为重要的教授。这大家说说我外面的错啊，中国有人就讲呢，外面的天下的养人博人，他讲他就怎么养个人，就讲他们的家里打工的老，你这讲的这个大家咯，我马上就给做个人，这做下来他说，咱们打工的给做下来，拉上拉的做下来的。好大的细索人多少人都干了我靠不了的。好人的大部分看了我让孙子不靠的。孙子爸的没把头回来让他看了当然的。你凭什么头不了的。你参与家的这方法他就给做给你。你的人他这个给养他们也不养这个也不上养那。你参与这方法他们也送给你做嘛。你只要吃了忙过了这些账户看了当然啊。这个给今天出这个了，不能投不了的，你得投不怎么学？待会我们要午休了，也有给大众分发这个法本《极乐世界仪轨》的法本，希望大家在休息的时候都能够多念诵阿弥陀佛的心咒，然后也能够尽可能的用悦耳的声音去。唱诵它，我们大家一起练习，乃至于在共修的时候能够一起唱诵这
这个咒语是很好的。当我们有透过网络的直播，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众生能够听到这个咒音啊，所以大家尽可能的把这个咒音呢唱得好听悦耳。因为凡是听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众生，无处没有六道的众生，他们如果听到了阿弥陀佛的名号的咒语啊，都能够促成他们往生极乐世界的因缘，所以这是累积福报利益他人的很好的方式。所以希望之后呢，我们明天也会有共修的时候，也会有大家一起唱诵咒语的时候，在这个段落时，就请大家尽可能的以悦耳的声音来唱诵本尊的咒语。好，再接下来就休中午的午休时间。